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金刚法啊，师尊本身来讲起来有很多的金刚法，也有很多的七鬼法。七鬼法，那师尊本来就是用金刚神来降服所有的鬼跟魔，降服他们，他们就离开了，以金刚法把鬼把它驱除，然后再用超度的方法让这个鬼交给转轮圣王去转世。你不能够金刚神附你的身，或者你用金刚法把鬼打发掉再超度，你就传真到中委会的办公室，由师尊帮你做。